好，自信。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晚上很好看？有，很好看，非常好，真的。哎呦，你今天一级棒。你对哪个好感比较好一点？我吗？好啊，好可爱。好的，谢谢喜欢。不客气。我们到这儿来吧，这个这边好帅。披上。哇，霸道总裁呢？热啊，没关系。你把它披上，这样。我披上，然后呢？哦，你想给我挡太阳是吗？你就挡一下太阳就好了。好好好，谢谢。银铃般的笑声啊！在这你看啊，画圆，画圆，再画一次，再画一次，弹吉他，预备，好。小心砖头！啊，你拿对边了啊！啊，你拿对边了！哎呀！哎呀！哎呀！哦，好痛，好痛，好痛！哇，鞋子掉了！那虾怎么走呀？虾怎么走啊？它真的很阳光。不能泼水啊！哇，真好。刘哲熙，白蛇天，2022，万事胜意，所愿皆所得。啊？脸上有是吗？这已经比较亲密的举动了哈。好，谢谢。没关系。哎呦哎呦，这有沙。你也站不住了。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暖风暖洋洋的寒风。我们小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你怎么长这么高？我突然现在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高。你没好好看过我是吧？没正眼看过我。我说你怎么长这么高？我踮脚尖了。哎，人家讲话很过分呢。都顶开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会太大步了吧？啊！啊！就是我教你，我是你，你是我，你拎着我的手。对对对，就是咱一个这样子，然后再把咱抛开。OK， get， 那我是你，我是我。OK。哎，对，三二一，走，哎，对，然后再走，哎，对，就是这样子。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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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捏，拿捏。你蒙眼大象转20圈，哇，还是就蒙眼转？蒙眼，蒙眼，蒙眼。OK， 10圈是吧？啊，10圈。3、2、1。哇，真的，哇，这是啥？哦，哇哦！你别动，你别动啊！你闭眼啊！你闭眼。OK OK fine。我今天在古着店给你买的，就是我觉得它很适合你的感觉。不然你经常帮我给夏老师创造一点事，一点机会，比如说惩罚一下夏老师当冒险。可以睁眼了吧？哎呀，我没带进去。去。多怕你。别紧张，王老师。咱就说这行，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哇。真挺好看的，你们可以看一下，真的好看，好看，好看。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Hello， 夏老师，这里是热能，就是今天我玩的特别开心。虽然可能没有和你待在一起啊，但是我发觉了另外一种美好，说大大方方的友情，小心翼翼的爱情。你昨天一直跟我说你没有安全感，但其实我觉得安全感这个东西吧，我会选择为你承担。哇哦！哇！
最有好感的，我一直说夏老师。荣幸。辛苦了。虽然咱们今天整一天的行程没有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能懂我的感觉。我想的是每天都把这个最心动的东西交给你。今天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出海这4天里面最遗憾的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你喜不喜欢我今天送你的项链？如果喜欢的话，那你就在原地转10圈吧。嘿嘿，还转10圈？还是说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总结性发言，我懂你的意思，完全理解。第二个内容就是最遗憾的事情是第一天没有和你吃饭。第一天跟哥哥吃饭，筋膜那次。嗯。第三个事情就是一个，哎，哎，哇，10圈。哇哇。哎，真甜，嗨。你看一下男的表情。怎么就这么多圈？你怎么就是那个？哎，那边还被碰到。嗯，太可爱了吧。十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夏老师晕了。快，再来填一下。你为啥要转十圈？因为他说，如果你喜欢我送你的项链，你就原地转10圈。他说什么？如果你喜欢我送你的项链，就原地转10圈。原地转10圈太过分了，真无聊、哦。今天呢，就是真的是被惊喜和感动到了。这样说吧，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确实是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哇、哦。然后就咱俩聊的就挺多的了。咱们就是录音里面呢，有些话就是可以不用讲。挺好挺好。其实我是有记录一些crush moments， 类似于心动瞬间吧。然后如果王老师想知道内容的话，就可以扣个一，然后我们日后慢慢讲。这怎么扣个一啊？嗯、哇！真的，你可以自己抓一抓，或者我给你揪一下也行。你揪吧揪吧揪吧，随便搞吧，好吧。你揪吧揪吧揪吧，随便搞吧。哦，要捧一点，太塌了。对对对对对，就有点塌。整体还是帅的。哦，那就行。哇。你照过来，我看一下。帅帅帅帅。那就行。你会跳舞吗？我一丢都不会。不过我可以给你改一点帅气的动作。嗯。可以吗？我不一定跳得帅，但是可以改。你肯定帅，你长得挺帅。哎呀。怎么跳都帅，你长那么美啊！啊，谢谢谢谢，你是认真的吗？你是认真的吗？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有点点敷衍这句话，有点点敷衍这句话。回应只是个回应，太过分了。真的好看吗？今天？最后一次机会，这下就不能开玩笑，得说真的了。这下不能混了，不能混了。不赖，不赖，真的不赖。不赖就是一个很低级的评价啊！你应该说就是很好看，你就是最好看的，你超级好看。你真的是很好看。答得不妙。我是美的，我是美的，我是美的。拍着胸脯说。旋风少女。啊，虫子。啊，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让我让我。哇。你别走、哎、没有，他会飞的，原来他会，没关系，你让他来我手上。哦，你真的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可以了，好了，走了。哦，哎，不行，重来重来，好了吧，冲、啊、练杂技呢，哇、哦，冲为什么感觉我们一点都不美美、啊？哇哇哇哇哇！啊！开心！啊！哇哇哇哇哇！我骑坏，我骑坏。行吧，给你骑吧。走了，走了。呜、啊、呜、哦哦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不稳。
哇哇哇哇哇！哇哦 ，Let's get it！ 天啊！别慌啊你！慢点，慢点。秀秀。哎呀，好好，你好，你好，来来，这边，这边。我们待会儿那个，我快忘了，你知道吗？谁记得你？哥哥。哎呀，我要狂盯着你，我在你后面丢丢。我带你跳一遍。你要自信，行不行？我自信呀，自信呀，自信，自信，我自信。然后伸一个懒腰。好。嗯，然后你就好了。伸个懒腰。然后你就可以。哦，坐起来。可以。哇，我这自信。哟。哟。最重要就是自信。好。不会这样，还可以，但是我想翻帅，你是全场最帅，好，自信。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晚上有很好看，非常好看，真的。哎呦，就是我也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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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你今天一级棒，一级级棒，真的真的真的，你是第一，你是第一。哇哦哇哦。比较好，哇哦，最大的，哎呦天！其实热能很想跟夏老师一组哈，嗯 ，Hello， 来前晚一下，哎呦，他很大方，落落大方，快乐男孩不再快乐了，渐渐消失笑容。好好想想，其他人真的都很准备。快这边 ，OK OK，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来，赶紧现在听一下，因为我们以防万一，笑容消失，一百二十八秒，所有人。没有，我可以互动，加互动。一直看。六合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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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合十。哦，我是十。哦，对视，对视。嗯。哎呦，他不就喜欢弟弟吗？对视三十秒，双双马上不活跃了。哎呦，哇！来吧，来吧，来吧！三二一，开始。三十，二十九，二十八。二三，二二，哇，咽了下口水。二一，这样看好好看哦。二十，十六，十五，十四。哦，十六，十五，十四。哇，十三。十二，十一。当你那雾满天的你的时候，会不会也相信？哎呀，好，谢谢。哇，神掉！哦，好认真啊！5 4 3 2 1，好，辛苦辛苦辛苦，眼睛都累了。嗨，大家闭眼，还是跟上次一样，然后呢，就拍你喜欢的女生的背，对，就是二五十。二是谁？好，闭眼。哎呦！我确实很不够坚定，我可能还想去和其他女生也想去互相认识一下。哎呦！他还拍了他，哎呀，戏多。五是谁？我是五。哎，哎呦，哎呦，每一次一到夜里就来这种东西。哇，
哎呦，哎，这也太……那来。啊！他干嘛？啊！啊！拜托！哈哈哈！半天没有，绝了，绝了！看我的人中我走了走了，可以，哎，可以了。 OK， 现在是第二轮舞会时间，请男生们逐一上前，邀请你心仪的舞伴一起跳最后一支舞吧。男生主动。夏老师，夏老师，这怎么跳呀？随意啦。哇，他们俩好自然呀。太自然了。不是啊，为什么没人啊？马上来了。兄弟俩，哎。跳舞是挺难受的。是啊，我们一直没有人。我们俩，我们两个吧，可以。秀秀主动选择了小吴。哦哇，可以，让我们没有那么揪心。我可以邀请那个孙秀，我可以邀请你吗？啊，弟弟还是很大胆。孙秀，我可以邀请你吗？啊，行，可以邀请。我邀请你，好吧？但是我也不会跳，我们可以学他们一下，可以看一下他怎么。你看哥哥，只要弟弟在的时候，完全是变了一个人啊，就是包容的。但他内心也很复杂，他也喜欢那个孙秀。是啊，对啊。其实昨天晚上我想跟你聊嘛，然后但是太晚了，然后我还是想跟你解释一下我的真实想法。比如说昨天送花，他其实对我的个性而言，他像是比较重的一件事情。我对你肯定是跟其他女生是有一些不同，我是非常欣赏的。欣赏吗？欣赏，对。但是还没有达到，就是说要想要认准一定是男女朋友那种，还没有达到那种。哦，言多必失，哎。但是还没有达到一定是男女朋友那种。我觉得你说的挺对嘛，就是可以去了解了解别人，比如说你想了解夏老师，就是你不用担心你这样做我会不开心，就没啥了。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都互相更加享受这个时间，享受这个旅程就好了。对，同样也祝你。哎呦，挺心酸的。啊。你想不想找秀秀？啊，今天其实跟他跳过了，关于跳舞，可以给他们一点跳一下吗？我只能说哥哥真的对弟弟很好，我觉得了。嗯。Hello， 秀儿，今天还是挺开心的。哥哥，今天我们骑单车的时候，那真的是很放飞自我。Wow， let's get it。我今天其实讲话很多地方就是很直男的。你根本觉得我不好看？开心就好。有点敷衍这句话。后面我发现你一直在鼓励我，就是让我有自信心。我就发现，哎，原来鼓励别人也是一种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就是确实学习到了。肯定帅，你长这么帅。哎呀，帅，你是全场最帅。好，很好看，非常好，真的，你是第一，你是第一。我还蛮期待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早上去看个日出，感觉还挺好的。总之今天还是挺开心的。嗯，
就是我今天也挺开心的，就确实太搞笑了。哇哦，哦，好好啊。想到了，弟弟喊。Hello， 秀秀，我是小豪。Hello， 秀秀，我是小豪。我是非常欣赏的。欣赏吗？但是还没有达到正准一定是男女朋友那种，还没有达到那种。很认真。嗯，今天在晚会上你跳舞跳得很棒，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鼓励别人的人。因为小鹏这几天有一些烦恼，但是今天小鹏玩得真的很开心，我真的挺感谢你的。天哪，两兄弟俩还是很爱彼此的。嗯，默默的。然后目前我们其实还是不算是特别了解对方，因为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你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你喜欢听的音乐是什么。所以在后面的旅程里我们可以把节奏放慢一些，更加深入了解彼此，更加深入了解彼此。他现在绕了一圈决定回来了。还有哥哥睡了。我发现平时我们碰面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尴尬，所以以后我会主动和你打招呼的。最后我想问你，愿不愿意在后面的旅程中，如果有可以选择座位的话，你愿意选择我吗？好奇怪啊，到底要讲什么？到底要讲什么？前半段我以为他有点要放弃了，没有，他还反而更，然后又叫人家坐到他旁边。他可能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应该去怎么做决定，或者自己应该怎么去表达，他处在一种很拧巴的纠结的一种状态当中。闭目养神，睡了。首先就是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因为我觉得我说的，就他本身人就很好，然后他很值得就我说那样的话。好会讲的。嗯，然后后面的，就怎么说呢？犹豫了。嗯，就是再相处看看吧。孙秀也，哇，那他有可能给哥哥了。但是他是先留言的，这很难说。是的，我还是坚定我的选择。好，好，嗯，好。嗨，你好，哈哈哈！猜猜我是谁？哥哥的笑容。嗯，你应该也能听出来。就首先呢，我想跟你道个歉。之前呢，我不应该因为短暂的相处就那样，就那样自我认为的，判定你的性格吧。志鹏啊，那个能给我出去一下吗？可以。你是一个很享受安静的人，但其实就是我可能不太是那种类型的女生，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不说话呀，是他喜欢那种相处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是。所以他今天的幽默是在努力吗？嗯，我觉得蛮自然的，是吧？还蛮自然。今天我发现，其实你就是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人，你也不闷的，然后觉得你还挺有梗，挺开朗的，肋骨翻出来都可以。跳舞的时候你真的特别努力，特别认真的在跳，就我看的时候既觉得很搞笑又很敬佩你。敬佩。就再一次印证了我说的，你是一个对待每一件不管大事儿啊小事儿啊都持着特别特别认真态度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向你学习的地方。接着就是吃饭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教会了我可能对我自己来说我永远都悟不出来的道理，就我以后再也不会点很多很多菜了，就不会再浪费粮食了。就我们一起骑车嘛，就我一想到就觉得好，就觉得很搞笑。哇哇哇哇哇！
那我的问题就是你今天开不开心呀？反正我觉得还挺快乐的。那如果你开心的话，你就试着做一个我今天教你画的那些表情里面，嗯，就选其中的任何一个把它做出来。啊，还有最后，我今天问了你一万遍我到底好不好看，你就一直没说到点子上，我都无语死了。你知道以后怎么夸女生了吗？拜拜。天哪！这有点甜了，这有啊，这个对啊，这差一个，哎呦，打雷了，雷太大了，打雷了，你看这种时候不能说假话啊。下雨了，肖老师来了，是你吗？肖老师，肖老师来了。问题有点点，等一下，有点。什么？我想，不是，我在思考呀，那个问题有点难度。对，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快点快点。弟弟不会要去把衣服盖在那谁？太美了。我也要上头这玩意儿，哇，太美了。弟弟要给孙秀盖衣服。我今天问了你一万遍，我到底好不好看？太美了，太美了。给的吧，哎呦我的天！你看。可以给他们一点时间，挺好挺好。那个表情啊，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再做。这个先欠着可以，主要是实在不太会做，好，先这样。